过去七十年对新中国来说是一段极不平凡的岁月。七十年后的今天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，中国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，正阔步走在伟大复兴的征程上。明年中缅两国将迎来建交70周年，回顾过去，中缅两国同样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，中缅关系日益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。我们愿同缅方共同努力，在习近平主席和杜昂山书记国务资政阁下的战略引领下，密切高层往来，共建一带一路和中缅经济走廊，加强农业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等务实合作，推动教育、医疗、扶贫等民生项目，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配合，打造中缅命运共同体，共同开辟中缅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。有比怎么能干啊？怎么能干转？人家也加马也，吕木也，现在地大分布都在也，虽然那么没小家也，人家也六安子包上也，啥现在干那的嘛？啊，估计两个。现在不要来学校读，明早也就等学校困窘开，交家里吧的。土地皮，你比如说九班阿土皮新的嘞，再看一呢，一个三年，他妈能干业，人家业呢，牛大变了，对面一路安进路嘛，小皮子嘛能干的呢，阿皮子把我烧呢，姑娘呀，不要来学皮，要能干业的再慢慢，阿皮子把我烧呢，阿皮他敢不得包。林呢，咱不咋叫，叫家里吧的。